除了这个摄影，我记得 Blackmagic 就是，摄影机嘛，那个应该说现在是 BMCC 那一台，还有 BMPCC， 对，哦，目前就是这两台，还有4K 的，对，哦，4K 哦，对，BMCC 的4K 版，对对对。那目前在台湾销售情况怎么样？其实以 Pocket 来说的话，因为像最近有在做一些促销，对，所以就是量突然有冲很大，我也有转贴，对，然后 2.5K 跟 4K 其实在一些学校啊，或者是军工教以及陆陆续续都还是一直有就是用户，对，无论是 2.5K 或 4K 的部分，因为它相对于就是一般传统的业务机或者是电影摄影，以电影摄影机来说的话，它其实还是经济了许多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说一般用户消费得起啦，所以 Blackmagic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做得不错了，就是说真的把这种每次出来就把业界这样check 一下，所以但对用户跟消费者，每次一推出哇，价格吓死了，对啊，但是功能还是很强，没有说缩水，所以说电影机部分，其实我那边有卖一些器材，也有很多是学生，结果他们都是用那个 2.5K 那个来拍微电影，对对，因为它的这个 range 够，可能它有13档动态，对，一般你说5D2那个可能10档不到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说它蛮适合拍电影的，对。那你们未来还会有一台更高档的电影机吗？对，就是在今年 NAB 四月的时候发表的 ERSA， 对，那它是功能更，应该说 I/O 的接口那些都做得更完全，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大尺寸的萤幕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十寸的面那个监视器嘛，对对对，那等于说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从 2.5K 或 4K 都是做得非常的小巧，小 对, 對, 對, 對，那今年的 ERSA 的话，它就加入了它。发现说，其实消费者有需要很多功能，那他可能在这一次的机型里面就加上去这样子。然后最特别是，他预计是因为他的那个 Manco， 他可能会做一个可以更换式的。对，我有看到这个资讯。那等于说，就是未来如果有出更好的或者是更高阶的sensor 的时候，那客户他可以透过一个换 Manco， 那我不需要买一整换 sensor 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一个模组，对，未来比如说4K 以后8K， 我再换8K 的 sensor， 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就是说他第一台摄影机提供了这个 CMOS 可以用卡这种拆卸式的更换，对对对。那他有没有其他的特色？其他特色的话，在外形上，因为现在有没有实体？还没有实体。对对对对。大概什么时候会推出啊？这一台？因为 NAB 有展出来嘛。对。目前的话，还没有收到原厂的行程，就对。对对对。但是未来一定会出来。对。那除了摄影机还有这些系统之外，应该还有一些小的东西，因为我记得 Blackmagic 早期啊，在台湾它是从板卡，对，然后转换器嘛，对对，起家的嘛，对，因为以前还没有接触这个东西，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是有在做，对，而且就是同样的价格，但是都已经可以支援到 4K 了，对，哦， 4K 转换了，对，然后价格就是一樣，因为目前转换 4K 只有你们做吧 ，Blackmagic， 应该也有其他的，但 Blackmagic 是比较齐，对，比较齐。我大概有看了一下，尤其是像SDI 转 HDMI、HDMI 转 SDI 的部分，对，也你们也都有包含这一块，那产品线算蛮齐全的。对，就是从前置的拍摄，然后中间这种制作转播 switcher， 然后包的，对对，然后到后期其实它调光系统那一块也推出，现在连那个软体也被他吃掉了，达芬奇。对，达芬奇。所以你们现在买摄影机好像都有那个嘛？买 2.5K 以上的机型，它都有附一个免费的达芬奇完整版，这样。对，就
它要好像更专业版是要在没有，那是就是完整版的哦，就已经完整版。你如果是要简易版的话，从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就好，那也是免费的。那个是免费的，对。但是你买的是已经送，就送完整版，对，就送2.5K 以上的，那就赚到了。对，那一套也不少钱，对，那一套大概也要3万多块。对对 对, 對哦，就是买摄影机是送完整版，那网络 download 那只是简易版的，对，简易版的。哦，那早期我记得是送简易版。其实从 2.5K 就是他们推出第一台电影摄影机 2.5K 的时候，就都是送完整版，哦、只有 Pocket 是没有完整版的。哦、对，因为它价位低啊，对，软体就比那一台贵了。现在还特价，是到八月底嘛？就是因为量有限，就是因为等于全球的其实量多，所以就是不一定卖完为止。对，卖完为止。卖完为止没错，有没有很多人买？很多，我们已经快要销完。披露这样，大家都在那边，好像不买，好像觉得很可惜。对，大家来坑啊嘞，因为它等于是对砍的嘛。对、哦、所以 Play Magic 真的是很会变魔术，常常让人家出其不意。不然就公布一个新机，然后每年 NAB 就砰一台又出来，搞不好我预测明年可能8K 的。盒又出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哪时候做了，这是猜测，好吧？那谢谢庄小姐给我们介绍这么多，那我们等一下、希望就是请我们工程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这个多机位这个系统、转播系统、制作系统，好，还有摄影机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谢谢，谢谢。